古拉布，斯高伊，斯高伊 ，captain， 这是俱乐部非常厉害的一种调酒，对，哦，古拉布，对呀，那怎么没有？那我去点嘛，叫，对对，好，那我去点哈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你去点，你去点，哦，古拉布，斯高伊。他不能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对对对，非常好，对，哎，怎么讲忘记了？库拉布，是可以，然后呢？挑那个外耳朵。什么外耳朵？不是啊。库拉布。库拉布。fire spicy。你日文应该很厉害啊。对啊，哎，最近上节目啊。看你上节目都觉得你越来越厉害了，哎，很棒很棒，而且你还会很会模仿，对不对？陈信宇、万芳、张新芳、马吉哦、张信宇、茱莉亚·罗伯兹、劳勃·迪尼洛，干什么？你干嘛？哎，你逛车？在这里干嘛？逛车，我的逛街刚好经过啦。那我刚刚点的这个，我要这个，你帮我去点。好，快点。哦，刚刚你，刚刚，对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他呀，他就那几招，怎么不知道？会不会啊？会不会点啊？在哪里啊？来了，是什么东西？好，又来又来，这是什么？点，这是抓去关吧？哦，不会。对啊。是怎么喝啊？喝法其实很简单，那我吸管先给你。对。那等一下我点我。两支哦。对，要两支，因为要一起吸吸就。啊，真的吗？我跟你讲，在夜店玩，看到两根吸管就已经不对劲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，好酷哦，肉桂的，哇，有烟火哎！哇，好酷哦！会变怎么样？开始燃烧它的气体了。燃烧气体了。哦，它现在燃烧。有吗？早就烧完了。你盖上去，它就烧完了吗？对啊。这个还很浓嘛？可以。好，那现在这边就可以先吸掉了。吸这里？对。哎，你们吸管要吸气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啊，好妙哦！慢慢吸吧，很烈很烈很烈。嗯。哦。好，等一下哦。来，再来这一支。一口气吸完，很呛吗？很呛，还好吧？你还有吧？好，加油！哇，天哪！各位，哦，第一次体验到，哎，什么感觉？这个已经够烈了，已经很凉了，全身都热了，然后再吸这个液体，这就是什么？气体。气体，整个会冲上脑。哇！冲上脑，肉桂的香味整个就冲上去。啊，这一杯怎么解决？这一杯等我燃烧完以后，两支酒加下去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喝。好，吸，快点，吸，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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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火烧完之前，快点。真的吗？你喝过这个？喝过，我好害怕这个。喝，加油，可以吗？加油，要快点喝，要不然吸管会融化。我再喝，不行。不要了，那吸管已经融化，不要再喝。对，不要，危险。这样就可以了。要快一点。酷哎！那我们喝完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夜店火辣调酒喝完了。耶！好，那我们要吃下一道。对。好，那就好。对啊。他今天蛮牙齿。我刚刚已经逛完街了。想不想红？想。就靠这一把了。好。要给他提示一点。好。这个东西啊，六合夜市很有名，有去过高雄六合夜市吗？有。哎，可以这样。OK 吗？懂了。我知道，有了吗？有了。现在你要吃什么？菠萝油。有你个头啦！有啊，他有在卖这个啊。不是啦，这个不是油，我们这个是那个东西啦，不是叫你在这里油。有，不是油。啊，想出来不能白。你给我走，快点跑，用跑。这个白痴，给我点菠萝油，快点。走，这里。哎，老板，来。那个炒鳝鱼意面一份啊，干炒鳝鱼一份，总共两份，好吧？干炒鳝鱼一份。这个是干炒鳝鱼呀，好棒啊，买呀！这个是史宾修理啦，
先吃干炒鳝鱼。这口味你适合吗？可以。来，下一面来。这口味有点客家的口味，内行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挺好吃。哦。色忘友，喂，我也来了，没有，我在坐，我坐在这边了，坐在这边。好了好了，坐一起啊，坐一起，来来来，那给你吃，给你一起吃。是是，这样的话，角度好一点。对，快点快点，好好味，好好味，阿弥陀罗油，不，什么？什么？不会吧？啊！帅哥老板，菠萝油，菠萝油。啊、还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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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他还给我做鬼脸呢。他没有了，他是正常的。没有就没有了。他正常。他那种很讨厌的脸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你看有没有很讨厌的脸有没有？怎么办？没，哎呀，没有就没啦。你看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输了就算你要下雨。真的。好可怜哦。既然输了，我们就在原地唱《Wake Up》。Wake up！ 明天早上应该菠萝油。今天你们几点？几点开门？12点。还有十二。好，我们今天对，晚上11点，我们还有13个小时，来北汽啊！算了，来跑的。累的是不是？对啊。算了。对啊，我们就认输好了。哦，不是认输，是我们已经输了。没错，倒霉的 NONO 队这回又是败在遇人不淑，任务失败了，下回可得张大眼睛喽。我来吃啊，没，齐先哥，不错不错，哎，看来先哥今天艳福浅啊，对对对，是的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就是站到这里，就是先哥站来，有，你还选边站呢？旁边已经搭配了美女了，能滚是不是？啊，掌声拿过来。过啊！哎，我没讲嘞。讲了，讲了。我先保管着啊。啊，你先保管。亲一口。热飞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样红不好吗？跟着我一整天。好，你跟讲。张栋梁、豆花妹，小酒来去洗牙齿喽。他只要看到熟男吃热的东西，整个人会亢奋。真的，我也到了。哦，等等，有饭好好喝哦。一直在里面，不吃。更精彩的内容都在下周的《现在你要吃什么》。发髻装扮，睫毛膏刷。